你耍流氓！凶手可能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你的意思是？1988年2月26号杀人案的物证在这儿。我们经过对比，死者指甲里残留的人体皮肤组织是你的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有，蒋广善说他亲眼见过你强奸杀人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人根本不是我杀的，人是他杀的，你该去问他啊。你激动什么呀？我们呢，希望你能够老实的回答问题，说实话。想问一下，你知道朱五区怎么走吗？朱五区啊，那还有点远呢，几站地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我都转了两个多小时了，一直没找着。哦，我家倒是住那个方向，但是……哎，那不正好吗？你看现在雨下得挺大的，要不我先把你送回家，然后你到家之后大概给我指个方向，我应该能找着。也行。好好，来上车。哎呀，这雨真大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我就光坐过公共汽车，这小轿车我还是头一回坐。你是干啥工作的？开这么好的车？哎呀，这车是我爸的，我就开出来玩玩。哇，那你家是万元户。哎，这是收音机吗？对，看你都淋湿了，来了，你擦一下。哦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。不是我自己来吧。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别耍流氓！说一遍，我说我可以给你们钱，谁要你的钱？大哥，千万别说出去好吗？你能给多少钱？大哥，哎，你看，我身上的钱都给你们。大哥，别要他的钱，别要他的钱，他想骗我。Ah!
大哥，别杀我！我还好多钱呢。你强奸了他，你杀了他，我都看见了。